负能量如病菌，会消耗心中正能量。上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分不清好人坏人，连你同情坏人都会造业。同情坏人，心里的正能量就会减少。精神不集中，思想经常不集中，不能集中自己的思维，就是有可能被别人控制住了。意念是最容易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的。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到后来会退转？退转就是因为有另外一种力量在拉你。就像在学校里，你想做好学生，就会有坏学生来拉你。所以你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思维和行为。这个世界上，希望在你心里，在于你的正能量。能够克服自己心中的负能量，就拥有了正能量。就像你把电灯拉亮了，就可以去除黑暗。电灯不亮，家里就充满黑暗。你的心中就没有正能量。你不开心，心中就充满负能量。你今天不想做这个那个，不开心了，负能量就充满你的心，你就失去了正能量，失去了光明。人不能失去光明，光明心就是本心，就是良心。光明心必须要照见，才能明心见性。光明普照，黑暗消，正念现前，魔障逃。普施无畏，心不退，勇猛精进，彼岸归。